大家好，欢迎参加中国节。我叫林峰，中文学校理事长。我叫范希波，中文学校校长。在台上的有我们理事会的成员孙燕，也是这次中国节的执委会的执行主席吴宏宇理事，陈清杰理事，霍学文财务总监，关山秘书长，原有教务长李娜，教务主任陈山，会计吴启玉，刘艳丽，注册，然后 IT 主任于君文，我们的老校长马金生。每年中国节都得到了我们两会成员、老师、家长、学生和很多义工的大力支持，没有你们辛勤的劳动，就不会有我们这么成功的中国节。借这个机会，我代表中文学校向所有的志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。今天来参加我们中国节的家长、学生、老师、志愿者，你们是这一次和往年所有九届中国节的主力军。我代表校委会感谢所有参加我们中国节的父老乡亲们，谢谢你们。在这新春季节来临之际，我们两委会给大家拜个早年，我们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